中国首部美食大电影《味道中国》近日在娱乐圈掀起了一股美食乐，不少明星纷纷对着镜头喊出了自己的心中所爱。我最爱吃的一道菜应该算是我爸爸妈妈烧的菜。有一个非常会做饭的妈妈，她熬的汤非常好，对，就喝她的汤。他们俩一定要夫妻同心一块烧那道菜才够美味。